的位置，极致舒服。来，二技能，跳过去。再 A， 再一个瞬移，逼他瞬移，飙！兔子啊，才当玉兔，不是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灵山兔兔啊，灵山兔兔啊，这个玉兔玉那个玉兔要等明年的，各位官方明年找我中秋节，我就扮兔女郎，好吧，我就变兔女郎了啦，没事，我这个其实穿个黑丝也算的，对不对各位？其实我这一套穿个黑丝那也算的，还是我就这一套到时候中秋节如果有找我就直接一起用。是不是这样各位、欸、不是啊，怎么对面跑来撞我啊，好笑吗？那个 NIXET 是不是刚才那个上方兵跑来撞我是怎样啊？跑来撞我啊，都偷来啊，来皮卡 OK 没事，我们又去的，对面也是兔子哦，手下留情。哎，他这个，不要闹，扁他，夸克兔子真是怎样？来，一个顺，岩石，哇，对面直接那个，来位聚集不过来，一般的也来聚集我，太凶了吧？造型拿到，造型拿到，造型到十月二十号，还、欸、很久，各位，可以让大家慢慢解，很帅啊，免费送啊，解完就免费送，哎、欸，蹲，沉沦，我说你还在蹲啊，沉沦，都没有兔子造型哦，兄弟，他还在解哦，哦对，我是先拿到了，不好意思，来了，标一个喽，各位，先给你来一发，送后面的人，来输出，结束了，各位结束了，我的位置。极致舒服，来二技能跳过去，再 A， 再一个瞬移，逼他瞬移，飙！有没有看到各位这一判？哇，可以，舒服了各位，真的是好土路死啦！不知道怎么输了，哎、欸啊，这个，可是这个灵鸟有点会走位，你们知道？生意做不成，这灵鸟有点骚啊！射，我们会死去啊！哇！感觉会登出哎，哇，七两只是你吗？我好像没有什么办法，哎，怎么长这样？等一下，我拳头再飙一下，来射右一下吗？不要，不要了，不能再爱了，各位，真的不能再爱了。我的啦，很快，然后他被勾走，哈勾来勾去呀、啊，勾来勾去呀、啊，先勾过，再勾啊，一直勾，哎，抓到，中。勾，有没有勾？该揍了！沉默，来帮你挡双 buff， 双 buff 转移之术不是我的。我方凯撒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，钢铁防线消失，弩车出袭。OK， 跟打野弄一下。你正在被攻击，一只眼睛也能射中。我有飙到，可以开射。剪头哇，队友还浪头哎、欸！哇，这个辅助不够细节啊，各位，这辅助不够细节啊！这妹子勾，来，我们勾标针，等等换我先标，来喽，中预判，哦哟，哎、欸，预判到了，可以，动吗？皮卡是你吗？勾，结束，我 buff， 想哎呦。再中，再勾有没有？再勾，来瞬移，再勾一个，完了，是 A， 再标一个 A， 按二闪，哎，都知道你要闪现，拜拜。我是知道了，各位，我先跑了。我们这波看穿他了，你知道，这场瞬息啊。
这样子勾，我这么强，完了完了，黏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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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卖照。哎、欸，把你断，把你断，把你断。再 A 再 A 再 A， 再往前跳，再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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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卖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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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跳。哎、欸，就剩你，哎、欸、哎，嗨、欸，嗨。青燕在哪里？青燕，青燕哥，青燕哥我来了，哇被秀了，没事，哥哥来，哥哥来，哥哥也会帮你报仇的，中，躲嘞，跑去哪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等一下 ，OK， 土力好不好？我切一点色啊，我怎么输你？我好土路死兄弟，走、哦。这拉兹这么强哦，哇！他直接跟我瞬移反开欸，我直接被他揍我鼻青脸肿的啊！他这么骚的吗？他这么骚啊！他勾回来直接大闪把我踹回去欸，他一个闪大把我推回去啊，有点骚欸这拉兹。这位置结束了，咬到两只兄弟我来了。哇，这有点强啊！青年的朋友，青年的朋友这么造的吗？早野区，早野区，无区，感觉要一波了呢。他们扛得住我们这波的压力吗？没人造。这货拿来自己用，刚刚好。看可以，好像不行。罗淼，是你吗？青年打出来，哇，打出来有点凶，你那么强吧？OK， 来，再飙一个，再飙一个。这边左边中，闻到了中，哎、欸，够了，哎、欸，睡着了。感觉不行嘞、欸，感觉先拉，感觉先拉。我们先右击嘞，扫个野区，把埋区封好。后面有地形，来个暴击力。这货拿来自己用，刚刚好。赤凯，赤凯，好狗不挡道。艾米凯撒一辈子败，请求集合。艾米凯撒，中，来飙了，中，哎、欸，顺过去一样吃我的飙，兄弟，燕娜，凯瑟，来瞬移往这边躲，再飙这边。躲下，躲下，来这边，来，二技能跳隔墙，再给一技能走，不行了各位，不行了，我这样子，我前前后后，前前后后啊，这个墙壁飞来飞去，你们知道 ？OK， 结束，一波带走，还是好像还是有点虐，但也 OK， 你们知道我这个飞什么这样子。长臂猿这样子，飞长猫，好快吧，要歪，直接带走，好不好？直接一波带走啊！好了，我们再介绍一次活动，好不好？超土路斯活动，造型 0.1 折券，记得上线解活动，好不好？上线解这个活动，把这些活动解一解的话，可以拿到这个 0.1 折券。让你的兔子只要有12点券，那等你的二部曲呢？9月29号，你可以拿到这个12点券，那你的兔子就变免费送了啊，就会变免费送了。这里9月29，好不好？活动期间要等它这个时间到，才能开始解。记得上线解一下，好不好？记得上线解这个活动。然后这个是兔子第一个有造型的，有造型哎、欸，不是有那个特效的，好不好？有那特效的，看我刚刚的飞镖加九红萝卜，加九红萝卜，还有他那个跳跟那个大招都有特效，好不好？相当之一个可爱啊，这造型。活动时间是9月21号，好不好？这里9月21号到10月20号，记得上线来解啊，我们记得上线来解，要在这个活动期间内解完，就可以拿到这个免费的可爱兔兔造型。然后呢，10月29号，它会有那个专属。超可爱配音，好不好？专属超可爱配音。今天开到几点？在10月29号会时装。
配音老师很牛逼，好不好？很牛逼，各位可以敬请期待，没问题吧？来自空巴汉032，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如果还想要看我拍什么类型的影片，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